Hello， 大家好，我是猪猪，欢迎光临我的命理频道。今天我们来讲康永哥的八字分析。在开始之前呢，还是安利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猪猪精选"，上面有你们想看到的八字跟紫微斗数的很多干货，我们出的视频，还有就是我们的线上课程。啊，我自己的八字课已经上线了。那我之前的紫微斗数情感专题课也在我们的商铺里面。之后马上要推出的还有紫微斗数的财富专题课，以及这个事业专题课，还有健康专题课，请大家务必去一步这边来，这个来可以自学成才，好不好？那我们来讲讲康永哥，这个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人，对他就是比对 S 还要更了解。为了康熙专门做了两个专题，我对他真的是铁粉，我就是他的铁粉，他的所有书我都看过。然后他在北京当时做的所有高校的演讲我都追着一个一个去听过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在我的大学期间真的就是我的偶像都没有之一，我感觉。然后到了国外之后，康熙也是陪伴我若干年，所以太有情怀了。我做他的这期真的是不知道从哪里该从哪里讲，可以讲太多了。那么我们还是尽量的就是化繁为简来讲，从八字角度来分析一下他这个盘，这个喜什么，所以那些喜的年来的时候他是怎么个出现了什么事情啊，好吧，从知识点出发来。首先的话，他是这个戊戌日出生的，这个日子就可以讲很多了，这是一个魁罡日啊。如果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魁罡的话，可以去看看雅雅姐姐的一个视频。在我们的频道里面，是关于赵丽颖的八字分析，她就是一个魁罡，她双魁罡啊。魁罡的话，其实只有四个日子，就是你出生在这四个日子之一就是魁罡，他们分别是戊戌、庚辰、庚戌还有壬辰，所以这四个为什么他们叫魁罡啊？然后魁罡它其实就是鬼见愁嘛，是一个非常非常刚的神，鬼都害怕，就类似于钟馗那样的。就从这个神煞可想而知，出生在四个日子出生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刚的。他们内心特别有主意，然后他们就是注定的孤独一匹狼，因为没有什么转圜的余地啊，他们就是在自己的路上默默的去前行，去修炼啊，去做自己的理想的事情，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同，他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总的来说是一个特别刚直的这样的一个神煞。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可以请雅雅姐姐或安妮姐姐再出一些神煞的视频，讲一讲这些神煞。但总的来说哈，出生在这四个日子的，其中戊戌日是我觉得跟我最有缘分的啊。无论是来咨询的客人还是我的同学，我跟戊戌日都非常有聊，可能是因为天合的原因。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日子还真的就是最有佛缘的一个日子啊。如果你去看三命通会，他就是会告诉你戊戌日三号哈，他就是会有一些宗教缘，可能。这个其实也不能，我觉得哈，广义来说用宗教缘就是佛缘来限制他们还小了啊，所谓的宗教缘也许都还是小了。你看康永哥他并不信教嘛，对吧？他其实就是一种对于抽象事物和这种未知的事物探索的极其的兴趣，极端的兴趣，特别是这种这个哲学类的东西会非常非常有兴趣，所以他是个非常哲学的人，这是真的啊。所以戊戌日这一日子，我确实认识很多都是在可能他来的时候哈，你会发现他什么奇门遁甲、六爻什么都会一些，他自己也修一些仙，跟道家一起就是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戊戌日常常做出这个事情。那你们也不用过多的延伸，觉得好像这个就代表结不了婚或者是孤独终老，也不是的。我认识的所有戊戌女神，就是我的学员哈，都结了婚的，所以不要担心啊。神煞不用做太多的延伸，但总的来说哈，康永哥是一个戊戌日出生的，然后所以他这个这一日吧，土是吧，戊土作命，还是蛮沉稳的，蛮敦厚的，就非常非常的稳。做事儿特别稳的特别老，我们经常说就非常非常的靠谱的感觉啊，很包容，告诉他的秘密他也不会说出去啊。我在我的八字线上课里面也形容哈，这个戊土就是最靠谱的朋友。如果你有个戊土的朋友，你真的你可以大胆跟他说秘密，他自己憋得好痛苦，但他不会说出去。然后他的这个时辰呢是我给他推断的，并不准确，我不知道，但我只是看他的这个感觉，我感觉不会是火时辰的，因为他真的是太阴冷了，阴森森的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金水时辰，我觉得毕竟他是个主持人，这个而且又是个作家，口才那么好，怎么会没有时尚，我有点想不通。所以我一厢情愿的哈，觉得他可能是这个时辰的。庚申时也是个好时辰来的啊，就是不会有这个伤官，那是时辰嘛，一柱，他不会伤官的如此就是肆意妄为，或者是比较强攻击性，他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派、比较正统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暗戳戳的有时候会怼人，他就是阴气森森的，所以他出现你看在一个阴气森森的时辰也是很我觉得比较符合一点哈。嗯嗯，然后这个盘嘛，那我们来构建画面的话，戊土生于寅月，寅月是春天的第一个月，刚刚开春了嘛，对吧？正月的时候乍暖还寒，哎，刚刚开始气温要上升，这个时候的春天的土，我们把它叫做火土。实际上，无论是戊己土啊，它们生于春天都还蛮好的，我们都把它叫火土，意思就是它上面要长植物啦，因为这个哎，植物要长出来。你看，这是一个甲木嘛，对吧？啊，这是个甲木。所以它盘里木还蛮多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活分的土。这个土命只要水木一多，人就超聪明。你看它就是这个年月都是水木的时辰，对吧？刚才我说水木还是火木，对不起啊，我想说的是水跟木啊。就是土命的人只要木跟水多啊，我们把它就叫做有灵气的土。什么意思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对吧？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它意思就是这个戊土啊，它是一个大山，这个山里要是成为一个有灵气的风景点，它就是需要有水有树，这个好理解对吧？你看它就是一座大山嘛，戊戌日好多土，两个都是土。好，然后它就是上面有水，下面有木，所以感觉这个水山里面就是又有水啊、又有这个木，感觉像不像龙庆峡呀？就蛮漂亮的，所以它是一座灵山，所以它整个八字是一座灵山。那这个寅月出生的戊土，我们会觉得，你已经肯定具备了木了，很好，你有点水就是非常好。那么我还希望你有什么呢？火很重要，因为这个时候还是有一点冷的嘛，对吧？二三月份，那如果有一点有一轮太阳丙火来照暖，你这个盘面会没有那么寒。所以呢，有丙火对这个盘非常非常好。我们经常说戊土生寅月，先来一个丙火，我看着就顺眼。当然要在就是这个火别太多啊。但盘里我就觉得它没有火，因为有火的话，火是它的印，它一定靠得上它父母，它实际上根本就没靠上过它父母。虽然家是非常强，但是很勉强，他父母就是很勉强支撑到大学，然后 that's it， 就没有然后了。妈妈走得很早，然后爸爸也在啊20多岁的就去世了吧，应该。对，他父亲2000年去世的，对，不到30岁就去世，所以其实没有靠上过祖上，所以我觉得他没有火。再来有火的话，他会温暖很多。他这个人真是阴气森森，他的那些金句哇，他的那些书上写的东西，都是在一种极其悲凉的底色之下给了温暖。就他非常要非常非常现实的承认，爱情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就是悲观的，底色是很苍凉的。然后或者世间活着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一片苦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承认这个事情，把你的心态打到最底，然后我们再来他再来安慰你，再来给你一些鼓励，然后你就会觉得尤其的温暖。所以他不是一个温暖的人，他是一个看尽了是就是这个就你知道，他是看尽了孤独和看尽了这个黑暗悲观面的一个人。我觉得戊戌日就是这样子的，他们的思想觉悟都是会深到如此之地，要不然怎么会有宗教人？想想看，就是不是那种极高的哲学思维是点化不了他们的，他们是无法找到灵魂的安放处的。他们是有非常非常多困惑的一群人啊，这就是尤其是戊戌日的这个魁罡。好，然后这个它的盘面还是蛮漂亮的，你们可以构图看得出来吗？一座山里面有山有水，就是有水有木，就缺了点火，所以它的用神就很明显就是火嘛，就是这个木有了，对吧？然后它要是有点癸水也很好，那壬水也不差呀 ，It's OK， 对吧？就是其他的都齐全了，就来火，所以它的用神很明显就是火。你看它的运哈、走的其实蛮好的。它从1993年，你看它其实从1983年就乙巳运有火了，对吧？然后1993年开始，它这段时间在留学哈，然后它就开始走什么呢？丙午运，对不起，丙午运的话就是一柱火。哇，他这个时候开始回台湾了差不多。然后这边是丁未运，然后2013走的是戊戌，2023马上要走的是己酉，所以他其实好运在前面这几个运都走过了。他就是在该就是辉煌的时候非常非常辉煌，应该也遇到非常多的贵人，写了非常多的书，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去看看他的书，写的蛮好的。尤其情商课真的是写的比较好。你不要觉得他在告诉你怎么好好说话或者是做人，不是的，情商课是他教你怎么跟好好自跟自己相处。每每看这个哈，会找到心灵的平静，跟我们去看八字或看斗数是一样的，就是解决你的困惑，真正了解你自己。所以还是很推荐。
好，那我们来盘点一下他那些走火运的时候，他的这个盘他发生了什么。先来说1993年他走进丙午运哈，我不说他八字里缺一个丙火嘛，走丙火理论上就是最好的时候，无论天干还是地支来火都很好，其实他地支来火更好，因为寅和戌都在这等着了啊，就是这个火一来就马上火局就出现了，寅午戌的火局，所以他每一个就是走地支走这个四五哈，然后这种时候应该都还可以，然后再来或者是走五寅午戌嘛，这个都不错。你看他这个丙午年的有三年开始大运的时候，寅午戌已经有火局了嘛，对吧？这是戌，这是寅，还有一个午，然后这个火局已经出现了。所以整个那个1993到2002的十年应该都很好。那注意哈，用神是印星的时候是怎么个好法？不是说什么发大财的好，而是有很多贵人帮助自己，有很多机会，那可以让自己不断的往上吸收，往上去学习这样的一个运。所以他这个贵人很多。2003年之后的丁位，它的仍然是有火，但是丁人会合一下。丁人合的之后，因为它月柱是个木啊，盘里木重，然后丁人合木的条件是形成了的，所以呢。他的这个丁未运的时候，他的木非常非常的重啊，所以你明白了吧？这个大运是火重，93年开始，03年开始是木重，所以他盘里木跟火呢，分别代表什么？我们看看哈，木代表他的事业，这是他的七杀，他本来就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非常非常的有这个使命感跟责任感，然后再来的话，那个火的话是他的，我说了嘛，是他的贵人，所以呢走木运走火运与火运其实对他来说是各有各的好，我觉得因为他的身并不弱，戊戌日的嘛，不会太弱的，当然是平衡嘛，啊，他也不会太强，但是他的这个这个有火运的时候会让他就是把木跟土之间连接起来会更好一些。我们来看他，首先1994年甲戌运的时候，因为已经走进丙午运了，对吧？他甲戌年的时候，他天干有一个甲木，哎，这个就形成什么呢？他的寅哈，他的这个七杀就忽然透天了，就说他的事业心忽然透天。他是那个时候开始回台湾开始活跃的啊，担任的一些好像电台主播呀，做一些新的主持工作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写了一些剧本，好像是方世玉什么之类的啊，做这些事情。然后那个。同时这一年的时候他其实在创作很多书，如果你看过他的自传你会知道，这一年的大地震他好像是在写书中，跟他的男朋友，他这个时候也是跟他男朋友交往的哈，开始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还寅午戌的火局是开始了的。然后再来1996年丙子的时候，你看天干有丙了吧，他的用神来了，他开始真的主持第一个电视节目，之前是电台，电视节目是翻书触电王啊，那个盘那个很古早的一个，我不知道你们还找不找得到，还蛮有意思的，还介绍了很多怪怪的一些这个书。然后再来98年的戊寅年，然后这一年的时候是他担任了，你看这个寅午戌又出现了，对吧？戊寅年啊，寅午戌又来了，因为有午作为他大运嘛，然后这一年他开始担任了，就是被王伟忠介绍担任了台北之音电视台的创意总监，算当官了，也是有贵人引拔嘛。然后再来的话，2003年这年也是有火的啊，癸巳年，这个是巳，这一年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啊？这年我列出来是因为他转运了，转到丁未年，2003开始哈，这个一到丁未年的话，他的火就变小，然后再来的话，这个癸巳年寅巳申会有一个刑克。然后这一年的话，其实他估计在转运期间哈，都压力比较大。他这一年面瘫了，大家有没有？如果去回看康熙，你们会知道有段时间戴着面具，就是这一年，压力比较大。所以寅巳申的刑克，因为回到寅还蛮多的，你知道，就是他的神经哈不太行。然后再来，这个2004年的时候哈，这一年是甲午年。这个不对，是甲申年，这个时候甲木又透干了，哎，发现了吗？他甲木透干的时候都是什么呢？都七杀星透天，就是有新的工作机会来了啊。1994年是开始回台湾，2004年开始主持康熙，这边还有个2014的甲午年，然后这年的也非常好嘛，对吧？他是开始什么呢？开始转战内地做奇葩说了。所以奇葩说他现在也做了七季了，也做得非常好。所以你看他甲木透天的时候就会，而且这甲午年尤其的好，他不仅甲木透天，而且还有寅午戌的火局再次形成，所以跟马东啊、高晓松啊他们就一拍即合，直接就开始 quit 了康熙，直接开始做奇葩说，这是奇葩说的第一季，对吧？然后再来的话，2016年的话，这是最近的一个丙
透天的年，然后这一年的时候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动作，因为这个是他的这个走贵人运的时候嘛，可能又被邀请做了一些节目吧，反正他今年在内地还做了一些节目，对，好像是做了火星情报局也做一做，还有还有什么呀？还有跟 S 一起做的花花万物什么之类的，也是有做一些，所以就是这些。大家看到了吧？它这个盘对于火跟木都和火跟这个甲木都还蛮明显的感应。有火的时候，很明显就是有贵人啦，对吧？会带他飞。然后有木的时候，就是已经 job offer 拿在手上，然后他现在走的大运就比较一般，他其实戊戌运走的应该很不好，因为是在天干地支都是在支，这个就是2013到2022这十年，对不起，他面瘫那年是戊戌，你看吧。福音对吧？天福音，地福音，它是压力很大的十年，所以2003年就是那年有他就是颜面神经失调，他自己都说压力太大了。然后现在还在戊戌里面，马上走完了。然后后面的话是己酉运，是一个土跟金的运，也是金比较多，走食神运没有什么关系的，还行，所以他以后估计就是会，这个，我觉得他应该也颇有太强的事业野心了。因为他已经走到金的运上面了，后面的话可能写写书，潇洒的旅游一下，他也挺喜欢旅游的啊，然后可能会也收养，因为他经常说他考虑收养孩子，或者是就是有宠物，他跟他宠物关系非常非常的好。你看他石柱的话，如果按照我定的这个时辰的话，他是在走时尚运，我觉得，应该就是会有很愉快的晚年，就是很闲散的啦，写写书、做做菜，我不知道喜不喜欢做菜，就是愉快的度过，不会有太强的事业的野心了，好吧？所以呢，你看他的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有灵气的盘。你要说他靠到祖上，他盘没有，戊戌是靠不到祖上，而且他盘里没有印的，然后财跟官这些东西，很明显就是一个靠自己拼出来的盘，就靠自己。所以他只是也打顶着一个富三代，不知道富二代、富三代吧，应该是，还是富二代，反正一个头衔，就是，但是并没有多实惠，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的帮助，个人能力非常强，非常非常强，然后财星跟杀星都很强，还是一个比你们想象的，他虽然可能表面上比较，这个。温婉有礼，对不对？但其实是一个超级好强的人。你看他经常在奇葩说里，经常会说到他自己非常非常好强。他跟金星在一起聊的时候，也会经常说如好强到极致。他非常非常非常好强，这就是七煞非常重的男人。但是七煞重的男生吧，我经常发现很有魅力。为什么呢？他们经常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因为他们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那个人。奇葩说有个我非常喜欢的辩手叫陈明，他也是把自己全部都是七杀，你看是不是爱神吧？就是呼唤爱，他们跟正官就很不一样。正官就是有点像是那种装成君子的样子啊，我不跟你谈情跟爱，但七杀不是的，七杀就是敞开心扉跟你谈人性跟爱，就是要灵魂的解放等等。所以我觉得七杀男蛮有魅力的，私人觉得。好的，这期到这里吧。